这就是百花楼，这就是百花楼啊！这果然和别的地方不一样，这里面都是一些纯天然的美女，比那些网红神经乱强多了呀！这算什么？百花楼里的花魁那才叫绝美。我听说，只要有人能在市会上夺魁，他就能跟花魁一度春宵。与花魁一度春宵，太好了！走，带我去参加市会。啊，是，这下。小二，我听说今天只要能夺得头筹，就能和花魁共度良宵啊。对，就凭你。老二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是我怎么不行啊？哎呦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还想做作诗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花魁，指定是本宫。老子是诗词大赛的冠军，唐诗宋词信手拈来，还会怕你不成？不是我吹牛，论作诗，整个百花楼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。行，七夕将至，我们就以七夕为主题，各赋诗一首，输的人当场跪下，从这爬出百花楼。七夕为题，我起码能背100首。行，那我倒是要看看我二哥是怎么从这里爬出去的。